Julia Wins 啊，长得是一个娃娃脸，啊，天使的面孔，嗯，魔鬼的身材，是吧？金刚芭比啊，天使的面孔啊，魔鬼的身材，金刚芭比，看着都看呆了啊！哇塞，好漂亮！你看旁边那老哥看着多乐。哇！这战斗的民族的丫头，这个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临时决定了要做出一个挑战，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。张哥哥，100公斤的加油！贾宁举起来，怎么样？看看他怎么样，能不能起来？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内心的激动的情绪啊！老公，我爱你，老公，我爱你，哦，老公，我爱你。这疯丫头！